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乔克。我们今天要拍训练家网站，我们今天要来讲猪里面有什么内容物。其实乔克应该要先发猪才发子的，但是因为剪辑顺序的不同，所以我们先发子再发猪。各位看昨天那一部吗？还没看的记得去看了。那我们先进入里面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记得让你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乔克这个特别好的 YouTuber， 那就让各位知道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只宝宝在哪里。来，我们先往下滑哈，滑滑滑滑滑，我看到了竹藤龟。好的，我看到第一只宝可梦伊莎，暴鲤龙 ES， 太进化的300点 HP， 超级帅。yes， 超300点 HP 的水属性宝可梦，招式第一招太进化了，只要这只宝可梦再背上去，不会受到任何招式影响。第一招喷瀑，三颗水能量打100，还可以。第二招暴君尾，三颗水能量，两颗无能量打180点加。若对手的宝可梦身上有伤害指数，增加180点伤害指数，伤害等于是还蛮厉害的，可以打出360点的高伤害哦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弱点是弱电属性哈，那撤退需要4颗能量。各位建议用，乔克建议各位用。可以用宝可梦交替，因为乔克觉得太帅了，所以跑来跑去。好，这是宝可梦介绍就只能这样。因为暴鲤龙伊莎算是蛮厉害的一只角色啊，乔克捡到暴鲤龙狙叉了，看起来是蛮帅的哈。好，那么前往下一只宝可梦，看一下它在哪里呢？哦，等一下，乔克又捡到暴鲤龙了。暴鲤龙太多了，太帅了，我们这集不介绍。好，我们去下一只宝可梦伊莎的地点。滑滑滑滑滑滑，我看到了！怎么本集我觉得最喜欢的宝可梦就是我们的沙奈多 EX， 超血量310点的超属性宝可梦，特技第一招特技精神拥抱，在自己的回合时不可不限速使用，从自己的牌库选择一张超能量并赋予它，要放2个伤害指数，等于是填一颗能量牌过去要等2个伤害指数。第二招奇迹之力，2个超能量，1颗无能量打190，这是宝可梦特殊状况全部恢复，就是等于没有特殊状况。好，还蛮厉害的。弱二，减斗气的话，伤害减30点，2颗无色能量撤退。狙标宝可梦，这是第728只。各位觉得呢？想抽吗？那给大家看一下它帅气漂亮的模样。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用拉鲁拉斯奇鲁利安计划，沙奈朵有很多。好，那么看一下下一只宝可梦在哪里。我滑，我看到了，看到2只宝可梦伊莎。先来介绍这一只宝可梦伊莎，雄尾牙 EX，HP 250点的格斗属性宝可梦，地上岩。盘崩裂，将自己宝可梦竞技场丢弃，打40点，一颗断能量。第二招剧烈长牙，3颗断能量打250，这只宝可梦是要50点伤害，各位觉得还可以？小鬼觉得还可以。2颗弱点超属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季的猪脚固热盾 EX 特性，恐龙嘶吼，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从牌库，可以从被那个弃牌区拿出2张格斗属性宝可梦。不是宝可梦，那个能量卡填在自己的机门，这只宝可梦身上。第二招疯狂冲击，2颗动能量加1颗无能量打220，无法使用招式很正常。弱超能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只宝可梦在哪里。我看到了，就是我们毒窟啊 EX， 毒窟啊 ES 血量。HP 250点，二属性宝可梦。第一招轨迹，从自己的牌库拿2张任选宝可梦啊，并且重启牌库。第二招剧烈强烈强拆剧毒拆裂，1颗二能量加2颗无能量打120。因为中毒而放置伤害指数为6个哈，还蛮厉害的。弱斗属性，测试降2颗无色能量。感觉这招数好像比较配龙王蝎 V-Star， 用不良王进化。好，那么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宝可梦。
我滑我滑我滑滑滑我滑我滑我滑滑滑。他下一次把我蒙在哪了？好像没有嘞。哦，我看到了，飘香屯 EX 巧克力滑超过了。第一招招式狂血量260点的无属性白噩梦，第一招狂乱香氛，一颗无能量打十加，增加对手备战区白噩梦，对手备战区白噩梦很多的话就可以一支加30点。第二招重磅踩踏，三颗无能量打210，如果只一次正面为反面，下一个回合这个招式不能使用。嗯，感觉运气好的可以用，如果下一个回合自己包无法使用招式，那可能要派其他支上来。弱豆属性撤退需要两颗能量，一样是用爱吃豚进化。来，我们现在看下一只宝可梦在哪里呢？嗯，好像最近没什么看到宝可梦，宝可梦伊莎猪好像就只有这样子，真的没了。好了，对了，最近海滩产地也是不错的哈。嗯，看一下，好，找不到，算了。好，我觉得这是紫珠的宝可梦也不错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通知哦。